All right, all right, welcome back. 让我终于等到了卢纳西，等了很久的 Resident Evil 3 PC demo 了。PS4 呢，好像是早一天就出了，但是 PC 要等一下啊，二十年了，终于里面有这个游戏。Jill Valentine。这里的情节应该是中间的剧情来吧。Jill Valentine。It's Jill. Oh my girl. Jill. I am UBCS. 跟你们讲一个 fun fact， 就是 Resident Evil 3。是我第一个玩的恐怖游戏来的。How's that going for you? The city is completely cut off. 然后自从我玩了那个 Resident Evil 3，我就很喜欢玩这种 zombie 的游戏。Oh my god！ 那个 graphic， 好像很好吃呀。哦，卡洛帅，那个头发。我要学他这样子。Well, we are doing all we can. If we can get this subway train moving, we can evacuate some survivors. But we need help. 这个是新的开头嘛 ？My men cannot do this alone. Ah, yeah, boy. 哇，帅 ！I'm in. All right. But I'm on their side.Not yours. 我是在帮他们的。It's cool. We all want the same thing. Thank you, Jill. 哎呦，他都被咬了 ，Jill， 他要死啊！他等下。We can use this to stay in contact. I know what a radio is. 哇，很难洗哦。小公主。We need to get you geared up. Head up to street level. You'll find supplies there. All right. 哦，哦，那么，哈哈，等下你就会后悔呀啦！哇，他跟以前的一模一样哦，是喷哦。All right， 可以给我你这把枪吗？让我这个手枪罢了，跟你换啦、啊！你待在火车很 safe 的。算了，哎呀嘞！April 3, 2020 Resident Evil 3. Alright. 那还有刀吗？哦，哟，很像 Terminator 耶。哦，它还可以，哎，还可以闪呢。哦 ，Nice. Okay. 哦，你还可以这样子插人哦。按那个瞄准，然后按 hold， 然后再攻击。Oh, damn boy, I like that。但是有两条路哎，是不一样的是吗 ？West。哦。OK， 这里是不能通的。嗯哼。Redstone Street。啊耶耶耶耶！我真的很想，快点哦，睡一觉，就是 Resident Evil 3完整版出的时候。火药合成指南，如果没有弹药，你的枪就等于是个屁。不想死在战场，就牢牢记得这个药方。OK， Magnum， 哦。准备好就可以尽情的开火啦！小心不要变成他们的饭后甜食。OK， 吸奔跑。这个有点奇怪啊，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不是很顺，在他举枪的时候。食人族谋杀案，华。
人甚至9月25清晨，发狂的市民打电话给 Raccoon City 的警局报告一件事，一个会吃人肉的流浪汉，他的尸体上有数十咬痕，已经被截肢。凶手是谁？谁会以为人肉为食？ OK， 这个就是兵发当时了。OK， 这个是什么地图啊？哦、不是。All right， Jill， it's me again. Jill， you topside yet？ Working on it. So what's the plan？ The old tanks got me clearing the tracks. You might get the subway infrastructure back online.And how do I do sure. that? Let's start by restoring power. I'll navigate you to the substation once yeah, you leave the main room. Copy that. Let's do this fast. 药草 All right. 绿色药草。组合。什么位置？组合。火药。我们应该不会拿到散弹枪吧？体验版。没关系，我们就组合手枪子弹。哟，这个很帅的这个动作啊，很 defensive 哦。红色药草，如果是受点小伤，别总是哭爹哭地爬回基地求救，或者想找妈妈。呼呼，没有人。有时间搭理你，不想成为妈宝，记得这些药方：高效混药，绿色两个，绿、红、绿最强。哦，这样哦，无法自行制作。就是那个 first aid 就是要，哦，空了。我以为里面有什么 shotgun 给我呢。哦，这个东西是那个警察局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啦？你要开那个警察局的门哦，你要放那个宝石在里面的。20年前的游戏，现在应该是没有这样子了，因为它有一点点不符合逻辑了。哦，哦 ，Come on。不要，不要浪费子弹。哦，这里不能进去。啊，我好像有看过什么有的收集那个什么呀，可以爆头啊。收集那个公仔啊，要打碰几个，很多个公仔。哪里啊？那些公仔？Toy Uncle， 这里是锁子。哇哦 ！Hey boy。应该咬不到我的、我打不到他的。哪里 ？Come on， bite me！ Carlos， I've reached the main avenue. Which way do I go？ See a big transmission tower？ That's the substation.You'll have to circle around through an alley to your right to get there. You mean the alley that's on fire? Maybe. 着火。Sure, have a tall drink of water like yourself. 要拿那个转的来开那个水喉。Hey boy, how are you doing? Hey. 哦，我懂为什么了啦，没有那个公仔，因为刚才我有玩了一下子，然后。我好像是有收集
一个还是两个、哦、我忘记了，好像是只能收集一次，然后它就会记载下来了，应该是啊，因为我记得在前面这里好像有一只的。OK, no problem, easy。这里有吗？没有。Baby shark, baby shark, donuts. Oh my god! 不要给我看 donuts, 我肚子饿。我可以进哦。哦。这里是这可以，不能哦，不要，应该是没有这样容易的。哎，哦，这里是 safe house。哦，破坏剪 ，OK， 我们先合成先，组合。这里还有什么？药草。哦，它的音乐。还是一样，噔噔噔噔，空空的，波波。OK， 这里是 safe house 来的，有没有公仔？有没有公仔？没有吧？手枪子弹，哦。火药应该没有东西了吧？这里，嘿，哦哦哦，这里，啊，走开先，不要急。All right。Settle. Oh, 这里可以剪。啊，剪。OK, 我们先不要去这里先，因为好像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去过了。哦哇，好多地方，走哦。别吓我啦！这是什么高级火药？那你难道会拿到三弹枪？不是吧？阿瓜 Q call me 918 OK， 这个一定是又是开什么 ？Oh my god， 太多了！啊 ，shit。OK 啦，做散弹枪子弹呢，我们可以乱乱开枪哎，其实左右左918 OK OK， 开吧哦，我以为会花几个子弹在你身上，但是 OK， 没有啊，没有公仔啊，这里没有看到红色药草。哎呀，很多东西拿。这里是去哪里哦 ？Peekaboo。Are you okay? Okay， 不会动。嗯嗯。手枪子弹。Oh boy。嗯，看你后面，看你后面，看你的后面啦，啊，说宅，这个会不会起来？哦，不会，药局老板的日记。保护伞公司这款新的护发液卖翻天了。产品非常有效，也没有什么好奇怪，进了一大批货，直接还真准。最近发生了
一些还蛮糟糕的事件，让我很担心。那存哦，难道这个旁边的就是金库？9月2号没有人知道密码，连老婆大人都不知道。哦，是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9918呢？啊，左右左 ，OK，OK， 九，还有。再重来，1、2、3、4、5、6、7、8、9，一，八，哦，里面有什么 ？Scope 啊！哦，有 red dot 的嘞！哇哦 ，damn boy！ 我现在瞄准更加准了，很快缩切呢。不像那个 Resident Evil 2要等很多秒，为什么你还会起来的？你的头不是爆了咩？哈，你的头不是爆了啊？哈啊，还要起来啊？起来，这里，这个应该是通回去吧？上面有箱子。哦，红色药草不要给我了，很多了。哎，这样矮罢了，你可以爬上去的，怎么你不能爬？Oh my god， 没有逻辑的这个 game， 哎呦，啊、，You want some surprise, baby？ Surprise for you！ Oh shit， 怎么办？算了啦，我、这。哦，这个是回来这边的楼梯。OK。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那个餐厅。OK， 餐厅。拜拜，没有公仔，没有公仔。火药，哎呀，太多火药哎，我有一点担心哦，他给这样多火药啦，我们会看到那个终极 boss， 这里应该可以进了哦，摩西摩西。不要跟我讲，他在这里出。OK， 是普通怪，还好，我以为是 boss 在这里出来。啊啊 ！shit！ 啊！射一粒先。OK，reload。啊 ，OK。收到了，这个不能开的嘞，手榴弹哦，火药，哎呀呀呀，玻璃能射爆吗？不能。Oh my baby， I found you， my baby， come to papa。Oh yeah, please， 这个可以丢掉了吧？不能丢啊！哎呀，还够烂咯 ！Oh my god， 怎么办？我有选择困难症呢。
OK， 不用紧 ，baby， 等下我再回来找你。地铁工的备忘录，准备了一把散弹枪，剪断 ，OK。哦，这里是 Subway Company 的公司，感觉有一点不对劲啊嘞。列车停靠的车站，驾驶的道路，控制板没有反应，我们要启动电源。OK， 我开始觉得那个 boss 好像又来了啦。My God， 怎么办？关中门。哎，这里我去过了吗 ？OK， 我去过。嘿，兄弟，怎么这样寂寞？拜拜。哦，这么突然间多这样多僵尸出来。Oh shit！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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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油桶啊。哦，这里是拿东西哦。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嗯，你不来我就射你，射高你。哦呦，命中这样多次的咩？哇哦，散弹枪子弹。嗯，手榴弹，我觉得一定要拿手榴弹了。我们先吃药草先。我有一种感觉哦，那个 boss 真的会过来。No！ 哎呀，我刚吃药不了，你过来这么鬼呀、啊？嗯，很想吃是吗？起来，嗯，OK， 我们先回去浇花先，I mean， 去灭火先。哦，哇哦，不是吧？这个时候 ，no， 哇 ，no， 不要啦，不要啦，跑喽 ！Hey Nemesis， 我们是老朋友啦，不要这样啦！哇，什么鬼？他会跳这么远啊 ？Oh shit！啊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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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浇花浇花浇花，我们的 shotgun 没有拿，没有关系，不重要了不重要了，你还在慢慢浇花，哎呦，哇，你以为是 JoJo 啊？哈 ？No， 哇，他还是会讲经典的那句话，不要跟我讲。Hello， 游戏。我也很不懂 Steam 为什么这样扫兴的。我已经准备好那个心要打 boss 了。这里有20个玩偶哎，没有这样多吧？我才注意到有4个吧？哎，不行不行，我们来试看打 boss 先啊哈！没有打 boss， 我真的是不爽。是 trailer 啊，看 trailer。哦，这个也是很可怜的这个。他一开始就在警察局里面死掉啊，为了要救女主。哦。Stars。哇！喂。Ken 哦，哦，他在二的时候，他的女儿死掉了，然后有一个 DLC 是他的故事，他成功逃出来。哎，怎么还看到那个黑人了？
道，哎，难道三是在二之前？那你，我忘记了那个剧情。没关系，我们先来打 boss 先，打 boss 才是最重要。Okay, we are ready for this shit. So, 榴弹，腰 ，shotgun 是一粒子弹。Let's go. 刚才我们是进了那个什么大门，然后那个 boss 就直接出来了嘛，是不是？然后现在呢，我们 try 从这边上回去看，然后下那个楼梯，那个 boss 会不会出来？快点出来！出来！撞那个门 ，Go！ 哦，我觉得他是故意哦，这个游戏是故意设定这样子的，他就是让你走过那个大门。哎 ，Let's go， 我 boss。Nemesis, here we go. Oh, no. Oh, wow. No. 我的 shit. Ah, shit. Oh. Oh, no. Reload.手榴弹 ，Come on！ 射啦！哦，还是这样子倒了。谁来包？敢不听话嘛？哟 ，The fuck？What's this shit, man？ Oh no！ 很恶心啊！不要一直动人，快点开嘴巴！哦，起来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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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啊，乖乖的听话吧。他之前有掉东西的嘞，旧的 game 但是。You like this, huh? 有什么可以玩？我们就跟他玩追追啦。干嘛？起来喽！不要睡觉喽！啊，来！What the? Oh my god! 他这样快，哇！哎，还这样短血吧？我们在哪里等他好呢？那个楼梯等他。Come on, boy！ 哇！啊 shit！ 他很凶。Oh no！ 哇，跑很快耶 ！Damn！Alright， 那么今天的 Resident Evil 3抢先体验版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留一个赞，然后分享，然后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每个星期三还有星期日的晚上7点都会有新的影片。Alright， 我们就期待4月3号完整版 Resident Evil 3。拜拜。